经过刚刚非常精彩的三场表演赛之后，我们接下来呢要访问我们这位乌克兰的神族选手，我们的 Huayra。 Huayra, welcome. Thank you. Good job, it's very brilliant, your performance. 好的，我们马上呢就要来访问一下我们的 Huayra 了。那我们知道 Huayra 已经呢有十年选手的经验了，对不对？那他目前也已经成家立业了，那不知道他的妻子或他其他的家人是不是都非常支持他作为一个电竞选手呢？I have full support from my family, my wife, which cheers for me, and not only family, friends and community support me very well, and I try to always my best. 是他的妻子呢哈。其实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就是听到就是可以得到我们家人100%的支持哦，还有就是你其他的朋友也是支持。So bad, 你有获得这样的支持吗？哦，真的哦。好的，那我们想要就是请教一下，在刚刚这三场的表演赛当中，他对于哪一场印象最深刻 ？What's good, you, my man? It's so pretty. 把他想见的都给他是幸福。非常幸福。把心愿留给他是奢华的幸福，旗舰 LED 立体色域，发现720度新奢华幸福，旗舰 LED， 每个肯定都是幸福的力量。旗舰，谢谢您。OK， 那我这边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关这三场比赛当中，那哪一个问题哦，印象是最哪一个场比赛当中印象最深刻这样子 ？So during the three games that you just played now, which one impressed you the most? Our players, I think good. I show different style, aggressive game, and it's hard choose best. Our games, I think good.他觉得其实很难选择，因为他觉得每一场比赛刚刚其实都非常的激烈，所以其实要他选一个哪一个印象最深刻，其实他现在没有办法选择。Okay. Yeah, but I think more impressive is last game. 他说其实最激烈的其实还是算是最后一场。I not expect forgate. Not expect. Didn't expect what? Forgate push. 他其实没有想到就是最后一场会有就是全力的反击这样子。OK， 了解哦，对。Huayra非常的诚实哦，因为我坐在这边，就他就说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场比赛，对哦，好，那我们非常谢谢 Huayra 最后来接受我们的访问，也谢谢他今天表现非常的精彩，对，那谢谢 Huayra。Thank you for a good performance today. Yeah, thank you too, and yeah, very good day. 对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进入明日预告，那我们下个礼拜。好，明日的预告就是我们5月28号，明天礼拜六晚上八点钟，那我们 SNK 的部分是由 White Spider 对上我们的热身钢铁人哦，那紧接着星海二的部分一样是 White Spider 对上的是热身钢铁哦，同样两支队伍哦，两个项目在同一天同时交战，一定非常精彩可期。那非常谢谢各位今天的收看。